所以我这把真的玩的很烂，我刚刚按的那个突破加那个帝王突破就靠背那个大招，没事啊，我都没触碰，我们都看出来啊，诶，是吗？哎呦，开始哦，哇妈耶，刚刚 S 现在 A 你们是怎样 RB 的时候都不给我开始看，不是我点的哦，烦哦，啊越点一下越。 他都给我那个天赋100%的那个技能卡，到底是怎样？他说没事啊，你来，我抢，特长，来，我抢，我抢，抢啥？欸，还是玩那个这个游戏吗？没戏。啥？你要用那个配我什么？配火神吗？让我想一想，你要用那个，可能不能用紫源呐，紫源是不是有点机动性太慢了，防守可能会出大事。 来，单核，哎，喂，你要这样玩是不是？来，就选这个，有带三分吗？有，我看一下哦，有，OK，OK， 三分套，但我突破进去，然后传球给你，反正他们没超接技能，压力又来到我这里了，牛逼！没事没事，反正我要跑空位三分，我再跟你讲。反正对面没超解嘛，我们虾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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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虾狗哥又来了，虾狗哥又来了，虾狗哥又来了，你现在是停更多久？你们虾狗哥？没有啊，就没解，就没新想法，你有不练三分？没有，我就想法。 之前那没解呢，你知道你上一集的那个是多久之前？2个月。这么久啊？哦，真的只有点忙啊，对不起。哦，没事，我们有黑子又有板，没事。给我大，等下可以先玩一颗。好。不会卡，不会卡。哎。 我顶哦，这个人！你先，我先给你突破进去，你要往哪一边？没事，波哥，你开。我再来。苏柚，听到吗？没有没有没有。啊？这是蓝板对决。我好像没看到。 又没盖到，有大吗？好，適当にパスもらえませんか？嗯，我的，看你又没进。 没进，点错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没事没事。那个不用出来啊，你就直接进去就好了，不用出来。对啊。 用那个黑子的传球好爽啊，感觉这些球都整个很顺的感觉。没踩到，因为你不用踩那个后面那个，你踩前面第一个。对，你踩第一段。嗯？嗯？嗯？有板了，有板了，有板！你有大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差两点。你可以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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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点！哎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慢点，慢点，慢！你先打一球，你先打一球，你先打。 再传球，我这个气别人的，你先打，先打，先打，先打。不要投，不要投，不要投。传球了。你反应慢呐、啊，他直接普灌就比这个快。勝負はやってみなければわからないと思います。勝負はやってみなければわからないと思います。天下洗ってきた。我两边后面。他好像要出，虾饺子好像要出。我让左边了。僕は。
かげだ。进喽！进喽！这时候你要换右边了，你要换右边了。然后，反应慢的，慢的。没打中啊！你先给他，啊？哎，你要跟我说你又大、啊？什么叫你先给他？有大哦，先给我。僕は影だ。进了吗？进喽！进喽！好爽啊！又大。好、哦。絶対取り返す。安排，讲一个。王者に最も必要なプライドは勝つことだ。来来来，左边。僕は影だ。被发现。哦，他看到我。我猜不然你先往左走一下，然后再往右走，可以给他骗一下。哦，挂机、啊。我掉存就完，你可以挂机。为什么不猜？他没站在三点范围内，有到吗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走位的时候要夹左位。有到。僕は影だ。靠背呀！三九真的好蠢。哇，很丑。行，快攻！攻了。勝負はやってみなければわからない。有大，来，突破，左边。僕は影だ。没进。太快了，真太快了。给我。进啊！嘿，碎啦！这一颗也是大几率会进，因为是第四颗。等一下，我先把那个垃圾的那个什么那个清风那一颗星换掉，你等我一下。这好像没什么用。这一场标题叫《樱井良 VS 黑子三分》。叫这个很水啊！连片抛上去是不是？有素材，明显有素材啊！哎，是我拿底角三分呐、啊。你有剩吗？没有啊，那我现在可以升啊。你要吗？来要，哎、欸，我这样啊。